好久不见，想我了吗？假死脱尸，八极圣殿给你安排的什么任务啊？难怪你那晚明明在流光柱后看到了我，却又不揭穿我。原来你是误会了。我假死呢，是因为我不想做圣女了，我想找一个人好好的爱一场，远离是非。什么？ 身为大战主帅，为了情爱私欲，临阵假死，置大陆苍生的性命于何处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不也是吗？成日里想着那个男人，还带着这个东西。还我！那晚星云阁流光柱下，那个巨大的身影，真是功不灭。你也看到了，那晚在屋顶上的人。 只有秦烈和杜少阳，你是怀疑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是贡木烈？不可能，他们不配。那你是怀疑贡木烈的本尊现身，亦或是他的神识投影在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身上，所以你改变主意，不杀他们，把他们带在身边，为的就是找出答案。 你觉得有可能吗？秦烈有可能，杜少阳没可能。杜少阳虽然又帅，又有志气，不过他每次做决定都是错的。我要是公爹，才不会选一个运气这么差的人。不过秦烈每次会做出一些不可能的事儿，他才更可疑。你说想找个男人好好爱一场？ 说的就是杜少阳吧，所以才不叫我打他的主意。你敢动他，我跟你没完。跟我没完，我现在就去八极圣殿告发你，我看你逃不逃得过。终有一日，八极圣殿会发现，背叛八极圣殿，我看你是什么后果。我知道我终逃不过，也知道那一日终有一天会来临。但我想在那一日来临之前，更要好好的去爱一场。 到时候罚也好，死也罢，我都不后悔。谢静雪，我可以不告发你，只要你告诉我有何良策应对幽冥之战。当然是有，我处理幽冥战场这么多年，办法呀多的是。可我不告诉你，我要告诉杜少阳，你要想打赢这场仗，就对他好一点喽。 幼稚！我告诉你，子午海现在是我的战场，你别把这搞得乌烟瘴气。你想在秦烈身上找线索，可你又不懂男人，秦烈又那么讨厌你，你怎么查？ 给他布下情瘾，他就是你的人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